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备安置啊，但是他现在用你没有配合这个来填志愿卡，没有配合他这个演出，就叫你没有备安置的意愿。高工局主动的帮远通解套，说你们是不要备安置的，所以给他们五个月就好了。所以第一个高工局这个动作其实是帮远通解套。再来，他抹黑我们，我们不要配合你假性媒合演出，竟然被你说我们是叫不要工作，然后还叫超出合约解释的范围，就是说你领五个月就好，好帮远通省了一大笔钱，又打发了他，打发了我们，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媒体讲，你那个媒合是假的，我们不要配合你演那个假的戏，好，你我们不配合演假的戏。你不能因此说我们是不要工作，懂吗？他现在就是要把这责任都说是我们啦，不是他啦，他要帮远通解套。我们也可以预见6月30号那一天他一定会跟远通说，好，两边都会讲，远通没有违约，好，要安置要工作人我们通通都处理了，剩下那些是不要工作的，他们自己不来的。今天是我们夜宿抗争的第四天啊，我们在交通部前面已经夜宿了，迈入第64个小时啊。今天的记者会，我们重复的昨天的，继续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从5月多以来啊，远通电收跟高工局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假媒合啊。过去我们曾经讲过，远通电收它在收费员安置的问题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经济诱因啊。它如果不安置收费员，把收费员打发走的话，它可以节省下来4.多亿的安置费用。所以我们认为，远通电收基于这个经济诱因啊，它是现状是不可能保障收费员的工作啊。但是高工局一直以来，没有面对远通电收这个经济诱因的问题，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反而是一直在帮助远通电收来履约，啊，但是这个履约这个安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戳破远通电收跟高工局近月以来的假媒合手段，拜托违约真谢者，拜托违约真谢者，拜上大家假媒合。远通电收说，已经完成了246名收费员的安置，啊，只剩下210个人还没有安置。但是有几件事情要回应。第一个是，我们国道收费员自救会里面，其实还有581名会员失业，啊，772个会员里面还有581名会员失业需要工作。而且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国道收费员自救会已经有226名会员寄出存证信函，要告诉远东电收跟高工局，我们是需要工作的啊。我们过去收费员这些226名收费员领了远东电收的转职补偿金，但是会领这笔钱，是因为远东电收一直以来在安置的问题上刁难我们这些收费员，所以我们被迫才领这个补偿金，但是我们是想要工作的，我们是愿意工作的，啊，所以我们有226人寄出存证信函，但是现在远通电收跟高工局一直还没有受理这个存证信函，一直还不肯把这个数字啊确实的公布给社会大众，所以他们就用过去的数字谎称说他们已经完成安置，但是事实上如果以他公布的数字来讲，210人。加上我们这些寄存证信函的会员，其实还有436位收费员没有收到安置，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收费员在交通部前夜宿，已经迈入了第四天，但是交通部没有任何的官员出来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处境。交通部只会在媒体上面放话啊，只会发新闻稿。包括地方史部长，啊，甚至于在新闻上面说，对于我们提出啊远通想要节省安置费用，可能会逼退我们收费员，
叶匡慈部长只会说，请收费员相信远通。啊，这几天以来，交通部完全没有来关心我们，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就是希望来找到叶部长，请问他凭什么要收费员相信远通？他能够，我们的交通部能够拿出什么保证，要我们这些失业的收费员，要我们这些过去以来一直受到远通二职待遇的收费员相信远通电商？从六月八号到现在开始，已经在这边等叶匡慈等四天了。我们一直夜宿到现在，他有出来面对我们讲过一句话吗？他口口声声说叫我们要安心，那我们想请问他，叫我们如何要安心？一月份开始申请申请申请到现在，我夜宿已经第四天了。可是陪伴我们的是只有警察大哥跟文职而已，所有的高官都是躲在里面吹了气，而且你一直叫我们相信远通，我不知道该如何相信远通，因为我是从一月份失业到现在是六月，我是单亲妈妈，我还有小孩要养，我觉得，请你出来面对我们，教我们怎么相信远通，怎么做比较好。你所释放的职缺都是假职缺，一直在骗，一直在骗。进去找叶部长，请问他如何让我们安心的相信远通？啊，来，我们现在进去找叶部长。今天被阻挡在交通部的门口，请问一下，这样的交通部，这样的部长，要如何让大家可以相信说他说的话是真的？来，我喊叶爽，叶匡慈，叶匡慈，面对收费员，面对收费员，叶匡慈，叶匡慈，面对收费员，面对。不管叶匡慈到哪里，我们都会如你学习，要他给一个交代，要他告诉我们这些收费员，我们要如何能够相信远通电商。如果说他给不出一个交代，并且在六月底的时候，远通电商跳票了，交通部叶匡慈就应该对于收费员的问题、收费员失业的问题，负起最大的责任。面对收费员，面对收费员，叶匡慈出来，叶匡慈。